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73集的节目。礼拜天的早上呢，有一点小悠闲的时光，来给大家做一款非常不赖的玩具，可以让人放轻松，既有收藏性呢，把玩的手感也非常不赖的一款。它是变形金刚呢和《回到未来》这部电影的一个联名作品。那这个角色的话呢，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 Gigawatt。千兆赫，那千兆赫这个名字呢，也不是随便取的啊。如果说呢，你把盒子的这一侧打开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1.21 GW，1.21 千兆赫的动力呢，才能够驱动这一台时光车。这电影里头有的一个设计，以及这个符号呢，这个 logo 的话呢，也在这一款玩具的身上呢，多处的地方呢有出现啊。比方说它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胸口的这个位置，这个头雕一看呢，这个眼镜也是博士在里头有出现过的一个非常接近的一个造型了。那盒子的话呢，这一侧呢，我第一次开的时候是从这一侧打开，那这一次打开的话呢，它跟这边的话呢是从侧边这里割开，但这一侧的话却不是，它从这个地方打开，那对应到呢这里有一个时光车背后这个造型的话呢，感觉好像是从这个地方啊把这个这个滑板哈，这升降板给放下来，然后再把东西给取出来的感觉。那包装盒从头到尾的话是，诚意度还是比较够啊，但是这个纸质的话是稍微偏软一点啊，就感觉就是一压比较容易去压坏啊。那后方这个火焰的这个特效啊，前面这个闪电特效都是致敬到《回到未来》电影里头时光车穿梭时候的有了一个特效，一部已经30多年前的电影啊。以当时的技术，现在来看呢，依然不觉得它过时，甚至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科幻电影。那它的盒子这一侧是切了一角啊，切了一角的关系的话呢，首先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说明书给取出，说明书也是做的比较复古一点啊。这个，合绘的话，我是觉得算是漂亮。变形的步骤呢，并不复杂，甚至呢，它使用了之前我非常喜欢的围城系列 Sideswipe 的模具下去做的，所以它的变形呢自然是简单好玩。那从这个地方打开之后呢，你看到啊一个侧边的一个形象，我们讲那个盒子的部分呢，从这个地方给抽出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产品。不过在那之前的话呢，我们依然的话呢把这个包装盒呢做一个深度的一个解说好了啊。这个地方它原本的一个形象是一个斜角度的，那在这里的话呢就有时光车所有的这个插图，还有这个英文不太会念啊，反正这个是一个驱动时光车必须有的一个什么什么装置。其实回到未来的电影呢，小时候呢我是看过，但是呢我并没有说非常非常的去把它给全部看完，但是看到是看一些片段啊，我只知道说它大概就是第一集的话呢是回到过去啊，拯救父母的婚姻吧，然后第二部的话呢是回到真的是到了未来，然后去救男主角自己的小朋友。第三部的话呢，好像到了一个大西部的一个设定，其他真正一些小细节啊什么的话，其实我没有那么样的一个，没有那么印象深刻啊，顶多是从阿斗看电影里头去看人家解说三部曲而已啊，所以我也是有稍微恶补一下的。那这个里头的小配件的话呢，我们就把它给取出来。那原本的绑绳呢，只有一条，我已经把它给割开。那这个车子的话呢，可以轻松的将它给拿出来啊。才说轻松好像就不怎么轻松啊。那这个炮哥我们都暂时的请到一旁去，那我们将这些装备的部分呢就都给理一下啊。然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机位呢调近一点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千兆赫。那它的一个车身的话呢，很难想象它是来自于这个围城系列啊，这两个家伙而居然是同样的模具啊。如果不是有朋友跟我点的话呢，我是只看外形，我是真的是看不出来这两个家伙居然是同一台车啊。变形的结构呢几乎是完全一样啊，可以说几乎是完全一样，非常了不起的一家玩具公司啊，这个还是要佩服一下 Hasbro。 那我们的话呢把这些配件的话呢做个简单的安插。首先的话呢，它背后呢有一块这个部件，这个部件的话呢是在电影里头一个类似于是一个电池的一个位置，那好像这是我记得是好像第二集的时候发明的吧啊，好像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就是可以用一些垃圾啊还是厨余什么的来做一个发电了啊，简直是环保到爆炸啊，这个就不需要耗费那么多的一个电力啊啊。 1.2 亿千兆赫，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啊，我不知道各位你物理强不强，我是不知道，反正就是 OK， 在我看来好像是很难很难达到的东西。然后这个吊钩啊，
这个我只记得好像在电影的钟楼啊什么的都会出现，但是具体功能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是一个非常软的一个软胶部件。那这个枪的话呢，在人在车型状态下呢，可以完美的收纳在车子的前方，哎，所以它的一个配件的话呢，是可以完美的做一个收纳的。那它的话呢，有一点让我觉得有点小意外的是呢，它身上的话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它这个塑胶怎么有一点像 3D。摸起来有点像 3D 打印件那种感觉哦，不是非常像有点法丝纹什么的，就是 OK，就是因为最近工作的关系，有时候接触到一些 3D 打印的东西啊，这个塑胶的感觉呢，跟这种的话呢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差别的啊，但是摸起来感觉不怎么样啊，但是脆弱的话是还好，并不是非常的差，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透明部件。以及它的一个车子的一个轮框全部都有上银漆，那它这个车子的话呢，也是可以致敬到这个电影里头啊，是把这个轮胎呢给缩进去，有个浮空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说你有一些起落的一个支架的话呢，也可以扣在这个地方，让这个时空车的话是做一个漂浮的一个状态。那如果呢在平常车辆状态下呢，它的滚动性呢，我觉得好像稍微差了点啊。前方两个轮子还行，但是我的这个轮子的话呢，这个轮子的一个滚动性呢，感觉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好。那因为我这个车子很光滑啊，所以随便推都能够动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细节啊，它的一个车子的后方时光车的一个部分。那前面是车子，是因为它需要一个相当的速度才能够启动，但真正导引时光的这个时光的这个机器是在后面，所以这里的细节其实做的还挺丰富的，还有这些导管啊什么的。红啊、蓝啊这些小点缀都有。那它的一个后方的一个车牌看到没有？Out a time 应该是超离开时间吧啊，这个应该还是致敬到电影里头的一个车牌。那后方也有一个后面两个车尾灯的一个涂装。那么呢，它的一个整个细节啊、涂装啊，虽然说机器的头落在下面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都不大啊。整体来说呢，是一款摸起来啊、看起来的一个质感来讲，都是非常之不赖的一款作品。如果你是回到未来的一个忠实粉丝的话呢，应该可以更强烈的去感觉到它的一个满满的诚意了啊。那么这一款的话呢，它会如此的稀有呢？因为它还有一个限量的一个预告啊，它好像限量是1985吧，1985个全世界。为什么设定是1985呢？是因为这部电影是那一年设定的一个背景，就是那一年。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玩具呢，也是有把电影里头出现的年代呢，给反映在玩具身上的。那我们就在变形之后呢，你就会看得很清楚了。它的变形非常简单了，如果你很懒的话，就是从这个地方折一下，从这个地方呢也掰一下，稍微去破坏一下它的一个结构。哎，这个部件是要拿下来的啊，不小心把它蹭掉了。这里把这个车门给打开啊，这是一个海鸥式的一个开门啊。这个像电影第三集的音波一样啊，不过里头的话是没有车窗什么的一个设计啊，我们就不提这个了。这个打开之后呢，两腿也给做一个打开，向外翻出来，然后呢，我们的话呢，这个脚底板的话呢啊，你要抠出来不好抠啊，我们直接从这个地方黑色部件推下去的话，它这个脚底板的话呢，就会自动的去弹出来啊，这个是比较顺、比较省力的一个方式，把它给弹出来。这里也是一样，从这个地方推下去。OK，这个脚底板呢就出来了，我们稍微做个简单的一个调整。再来的话呢，这个腰部要旋转180度，旋转180度。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两个一个门板的话呢是比不上 SizeWipe 这两个门板的话是可以收到身体里头，但是这个回到未来这个 GigaWatts 呢，它是比较可惜啊，它是没有办法去做，也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不，没有办法做这个收纳的。这里有个小部件，这里要记得把它给挑出来。两手臂呢翻出来啊，尽量的先往外面两侧去翻开，这个地方翻开。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头部这个地方呢，先把这个板子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按啊，从这里按，从这里按，让它呢，不对，从后面按，讲错了，按后面按。按板的话是按不动了，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按下去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它有一个黑色的凸在这里，看到吗？这个黑色的凸，这个黑色的凸呢，你如果从这边按的话呢，那个黑色的凸会卡到这两侧，所以你要从这边按，这个黑色的凸才不会形成干涉啊。这样子把它给翻折，做一个反折过去，再把它的一个这个车轮的话呢，由外彻底的往内翻进来，然后呢再往前面盖下来。盖下来的时候就是把前面的这个凸啊跟这个凹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
将它给扣上。再把这个手臂的话呢，从手臂的这个地方啊，这里是有一个黑色的一个凸，在这里黑色的凸在这边，跟手臂内侧有一个黑色的洞啊，看不清楚也无所谓了啊，反正摸黑去凸跟它的结合，这个长大了就会了啊，何况30年前的电影看到现在你也应该长大了吧啊，也应该体验过摸黑凸进入凹的一个感觉了啊，如果还没有的话呢没关系啊，还以后还有机会啊。好，我们的话呢就稍微的去调整一下人形的一个动作。那最可惜的还是这两片了啊，它是没有固定的点的，只能够稍微往身体做一个靠近。那它的一个这个武器，然后可以跟这个厨余发动器吧，我就觉得你把垃圾变成子弹，这打到人不是很屈辱吗啊，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但是这个握柄的话是稍微好像是稍微短了一点啊，稍微短了一点，并不是很能够去握得非常的紧，我觉得只能握到前面一点点，比较可惜了啊。那关节的紧实度也相当不赖。那这一根东西的话呢，按照合会的一个放法，好像是放在侧边，而实际上我好像也找不到其他地方可以放，因为它也不适合拿在手上，因为它太细了啊。各方面来说的话，好像也真的只能够放在这里。我们来到人形的阶段，先把它呢跟原本围城系列的这个我个人强烈喜欢强烈推荐的这个 Sideswipe 做一个简单的对比了啊。首先的话呢是胸口部分， Sideswipe 的话呢，你看它的这个一样是胸腹结合的这个位置呢一样是在的，但是的话呢可以简单的讲，我们可以想说呢，这个板子的部分呢 Sideswipe 是把这旁边这一带呢把它给消除化了，所以它的一个胸口看起来没有像这个千兆赫牙那么大。那么呢 Sideswipe 比较优秀的地方呢，则是它的一个后面这两个板子是可以收纳到这个身体的内部去的，但是我们的千兆赫呢却在这一点方面呢却没有去做到，这是我个人觉得最为可惜的地方了。那它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这个应该是几乎可以说是时光车的部分啊，这个地方我没有收好了，我们把它再次按进去一下，按进去一点好了， OK， 再把它盖起来，嗯，然后两边是一样的一个造型，这个等于是时光机的部分全部集中在小腿的后面，所以这里的细节会变得非常的丰富。以及它的人形状态下呢，它的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凸啊，这个小小的凸呢实际上它比前面的鞋尖要稍微高一，要更加的贴近地面，所以这一款千兆赫你在站立的时候呢会感觉它其实有那么一点点踩高跟鞋的感觉，一点点啊，认真来说你还是感觉得到啊，那你就是稍微上半身重心只要稍微调整一下呢也就没有任何问题了。那非常了不起啊，就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变形结构呢，但是在一个胸部啊还有这个背部的部分呢稍微做个简单的改良之后啊，就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效果了。我这一款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细节。首先的话呢是它的一个头雕啊，这个其实很像里头的博士，我真的觉得是做得非常的棒，而且我个人是偏好人脸的一个造型的变形金刚，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加分的。虽然大部分是灰色的涂装，但是我觉得已经非常好了。以及它的一个胸口，这个是时光车的一个标志。再来的话呢就是致敬到电影里头的一些重要的一个设定时间了啊。第一行字呢是1985年的吧，1985年的 October 是10月26号，这个是电影开始设定的时间。然后再来它的一个第二个时光呢是这个2015年的这个10月21啊，这个是到电影第二集啊，也就是他到一个未来去救他的一个小朋友的一个故事。还有最后一个是那个1955年的那个 NOV 是吧， NOV 就是那个 November， 应该是11月12号，他也是回到了这个他的父母亲年轻的时候呢啊，去帮他的父母亲呢能够达成连理的一个小插曲故事。这是第一集的故事，说非常经典啊，其实第二集也很好看啊，甚至第三集的话呢跟第二集的话呢故事的话好像是同时间去开拍的。我这个武器又碰掉了啊，这个武器碰掉呢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毛病，我稍微把它再捡起来一下啊，这武器掉到一个非常非常不妙的死角啊。好，我把武器捡回来了。这个武器容易碰掉呢是因为它的一个握柄的话呢非常的短，然后这个拳头呢你看你握上去之后呢它跟这个黑色部件的距离的话呢又非常的接近，所以它很容易，等于它握到的部分呢是非常的短的，你虽然可以握到这么多啊，但实际上的话呢却是没有办法完全插到那么进去啊，你整个稍微调一个角度的话呢可能还勉强可以用一下啊，你可能就是稍微这样的
稍微勉强去摆，但是胸部太大又碰不到啊，非常可惜啊。这个也是我觉得在把玩上的话呢，这个武器的话呢，非常让我觉得不是那么舒服的一个地方。那其他可动的话呢，低级玩具的可动它大概都有了啊。然后上面这根天线的话呢，其实我也真的是想不到其他的一个地方可以安放了。那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一款这个回到未来啊，对的，刚提过了啊，这款玩具的全球限量就是1985个啊，就1985个。那到底这个产量，这个供给量在全世界来讲到底是供过于求还是怎么样，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反正呢目前在台湾这一款的一个价格来讲的话是被炒得比较高啊，就是说数量是感觉是比较少的。那因为我是第一时间的话呢就去做一个预定了啊，所以就很顺利的呢去拿到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很高兴的呢跟大家分享这一款呢，既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具，我个人很推荐的模具，下去进行改良 的一个经典电影的一个联名款。那就谢谢各位这一期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